在宾士看起来挺快的。麦照，尬掐。Y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姐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又来到我们的 Car Parking Multiplayer， 我们今天呢要来买新车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的 R34， 但是可以先抽礼物，我们先抽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车子。当当，哇，10万呢！第一次这么多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今天我们就来突破个2145个赞。我来看一下哈 ，R34 应该是比较前面的车子吧，对不对？那最近有很多观众说啊，有一些外挂会把你的车换走，所以呢，我想说我们 R34 先不要做任何的涂装好了，免得涂了之后结果被换走，那也是蛮伤心欲绝的，对不对？40几号是不是？45号吗？对吧？45号吧，就是这台吧。哦，好便宜哦，才185000啊，270匹的马力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用这台呢来做原厂的直线测试，待会改完之后我们再来上场比赛。来，先买下来。所以啦，哥，我没有一台了，先把它内装当了一下，而且它还是做右驾的耶。哦，观众都说可以跑到7秒多，到底能不能呢？我也不晓得。我们就先用这样的状态去跑跑看吧。哦，好像有点凶哦，还没改就这么凶是吧？来啦，我们先来加油。我要记前几集吧，我们好像有遇到一个叫 K 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他那台真的也超怪的啦，追都追不到。然后他也是涂那个玩命关头的涂装，我也想要来做一个那个，觉得那个还蛮帅的。好，走吧，那我们先去救我们的起跑位置，然后就要来看看到底这台原厂数据跑起来的速度会是如何。嗯，内装就挺普通的啦，但是有这个框框看起来还蛮不错的。现实中啊，到底这个 R34 跑得快还是 R35， 还是跟游戏一样也是 R34 比较快？这个在市面上应该就没什么看到了吧，比较常看到的是 R35 啦，偶尔会看到一两台。记得我们上次 R35 还没改之前是跑到345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R34 还没改能够跑多少。 3 2 1 GO。它起步感觉好像不是很快的哦，好，大概快3档才破100啊，加油！我猜大概200多而已，应该不会到300，所以没有改之前应该 R35 比较强一点点。感觉快不行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猜可能250就不行了嘞。现在232咯，加油加油，再9就250了，加油8，可以哦，250应该没问题，但是很拼耶，哦，阿婆阿生子，这么拼耶，再6再6，快要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400公尺的部分了。上不去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们待会呢就可以看看我们把数值啊、引擎那些调整换上去之后，是不是更厉害一点点？好，差不多246了，246。哦，那这样子整整呢，比起 R35 呢，差了快100的速度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回去改装厂，把今天的东西改一改，再来跑一次就知道啦。先来把引擎这些改一改啊，要我们直接换 W16， 这样子就差很多啦。Three Bro。人啊，哎，南贡，都给他买起来。我们又来到了1695 and 2254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挑的是 COG 的部分，这边啊，我们稍微再往后一点点就好了，差不多这样子就可以了哦。接下来我们再来换悬吊的部分，然后这里我们把它调到 S 跟 T 之间，然后这里呢调到 I 跟 F 之间，好，差不多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不动它 FS 之间。这里一样调到30，这样子就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接下来是我们的 Gearbus。那 Gearbus 的部分呢，观众有提供了两组给我。那我们现在测测看我们自己本身的哦，这个把它调到 1.87， 等下就看哪一组比较快呢，我们就换那一组，然后再上线跟人家尬一下。3.27、1.48、0.86、0.62、0.44、0.195、0.01。
又是零点。好啦，一样这边 AWD 其他都不要，这样子就可以啦。那我们把这个尾翼啊那些把它加一加，然后下一次我们再来换那个涂装看看哈。怎么会这么多啊？吓死我！但我觉得我想要装那种比较小只一点点的，因为我觉得太大只感觉好爆改不太好看。好，5000块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钱包感。这个有点帅，旁边还有孔啊，就这个好了啊，这个要花钱的啊，原来如此啊，难怪那么帅。好，这个应该可以，我们下次可以花个钱来慢慢看。我们先暂时用简单一点点的。哟，真的，这个感觉很帅呢啊。好，我们先暂时这样，下次如果我们有做涂装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考虑换这两个，我觉得这两个看起来很好看。好 ，OK， 还有吗？还有其他的吗？没了，他没有这个前面的散热孔跟这个了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目前有一些观众问我说，为什么我都不装警灯啊？就是像我们上次救护车啊，为什么不装警灯？那因为我是想说，反正因为我们已经装过一次，我就不想要再花一样的那个东西了。因为毕竟装了就只是会亮而已嘛。但是像刚刚那个保感前保感啊，我们等下次涂装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买来装装看，因为就帅，对不对啊、哦？一样的东西我就比较不想要再买一次了，不是说我不要花钱，不要氪金，是我会觉得又买一次有点浪费钱，就是了。哦，好来走，刚刚的速度呢是246嘛，哦，然后我们的 R35 呢改完是500英左右嘛，我们就来看看 R34 有没有那个潜力能够突破它。3, 2, 1，Let's go！ 大脚一吹150啊，厉害啦！一档来到160几耶，猛猛的哦。300啦，各位有改真的有差呀、啊！哦，又换了一档。我觉得我这个数值不错，对不对？400了耶，跟刚刚比起来，天壤之别啊，是吧？我觉得真的有比 R35 快哦，460了，470了，加油啊！再突破个30几呢，你就跟 R35 的速度一样啦。啊，不行哎，480极限哎，哦，那各位，我先用这个数值呢去测一下线上，然后他们说啊，你进来的时候啊，就是先把这个换掉，关掉之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了。尬掐尬掐，乌鲁斯尬掐啦，耶、yeah ！来烧个胎啊，我还没烧过胎啊，那都不用烧哎啊，小看我了 ，Go， 看看多少速度快不快，我快没有油了，有没有办法来烧吧？哇，305哎、欸，7秒78，不错啊，不错啊。接下来看的是观众的数值，观众提供的数值其实有两个，但是其实是类似的哦。那这个其他 COG 跟悬吊我们就不改，这个我们把它 reset 一下。有一个呢是说我们直接把这第一个呢改成 2.08 就好，其他不要动了。好，各位到啦。到底这一个数值呢，只改了 final 那边呢，能不能够破到480？就等着看啦、啊。3, 2, 1，Let's go！再多一样哦，484哦，刚刚有484，瞬间卡上去的感觉。好来。我们回线上，哎、欸，这好帅哦，这法拉利呢，哦，对不对？谁会赢呢 ？Let's go， 看看可不可以突破刚刚的305就知道了。哇、哦，真的好快哦，把超跑甩在后面。304，刚刚是7秒7，7秒87，哎，所以哈、哦，还是很快哦，哈、哦，两个数值其实差不多啦。以那个极速来说，这台这个数值比较快，但是以400来比的话，刚刚那个比较快哈。但是我们再来试试看第二组数字比起来又是如何。我觉得开 R34 好好玩哦，它那个极速的优越感呢，让你非常的有哦，你知道吗？下一组呢 ，Final 是一样的 2.08， 但是接下来下面这边会全部都改变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。第一个调 3.06、2.06、1.39， 然后1.05。0.80 0.57 0.45 OK， 各位就这样，没有变动太多，一样 AWD。 好，各位我们又来啦。
快哟、哎，快了哦，479喽，480了，再跟个4上去，我们就公认这一组是最快最强的。好，不行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没有比刚刚那组快，哦，对不对？刚刚那组有到480，但是我们依旧来测一下这一组在线上跑起来能不能够突破7秒7。我想要跟这台宾士比，这台宾士看起来挺快的。麦照，尬掐，可恶，他 busy 了。OK， 月亮股份公司，来吧，虽然我的车被撞到了，瑞芳分局，所以就玩 ，Let's go。来啊，看数值哦，能不能够超越305？304，304，7秒73哎，不错哎。哦，这个这台真的好快哦，那个随便一脚踩下去的感觉就是爽，就是爽，真的好快啊！ R34 与 R30 的对决，只是涂装是改的跟我们上次 R35 那个一样哦。来来来 ，Go！ 呀、yeah, ，我们这个起步可以啊，突破305吧，305依旧是305，多少？7秒88啊，怎么又变慢了？大家都开 R34 都这么有默契啊，是吧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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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加油加油加油！突破个305吧！呀，依旧305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！哎、欸，越来越慢了、啊，见见见，在那拢要凉去啊，紧嘞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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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呦，哦哦，他刚刚起步也很快呢。啊靠！刚刚是怎么了？刚刚是怎么了？刚刚那个怎么会突然有车子啦？哎、欸，他1697的 ，Let's go， 可以呀、啊、，BMW 虽然追得蛮紧，但是我们还是比他快一点点。303没有了，7秒88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 Car Parking 差不多到这边做个结束啊。目前这三组数据呢，如果以直线来说呢，第二组最快嘛，对不对？400来说呢，第三组最快，跑出7秒73的最佳成绩。所以啊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做个结束。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2145个赞。就下次 Car Parking 再见，大家拜拜。